你今天有备水？那我们今天继续把我们的岩石的愤怒解完哦。我抽一下奖励啊！啊！神秘商店闪电来袭，里面有神秘的装备礼包，猫眼石158礼包。OK， 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了，给你们参考一下啊。每天上去就是来凑一下宝箱哈。时装箱，我要记住你的样子。相遇的深深的深深，哦，那这边就是狂暴泥人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抓不到狂暴泥人？他们到底在哪儿？哦，在这里。我想说，他怎么还在帮我打那个？好了，就这样子了。